玄武学院距离我们皇武学院很是遥远，去一次在传送阵上的耗费很是不菲。大阵没能量了，看来要改日了。大阵充能需要3天的时间。师父，等等，系统，大阵时间向回调节到3个月前。我感觉大阵能量好像挺充足的，你再试试。是吗？阵旗、奇怪，能量真的无比充足，难道刚才我感觉错了？这里就是玄武学院吗？好恢宏壮丽。皇武学院对于玄武学院来说就是一个村落和巨城的区别，这里才是真正修行的地方。来者何人？此地乃玄武学院，闲杂人等速速退去。我们从皇武学院而来。皇武学院还未到考核日期，你们过来做什么？原路返回吧。我已经晋升为玄武学院导师，此次前来任职。原来是新晋升的导师，倒是可以来此。那么你呢？我过来看看。过来看看？你一个下院弟子有过来看看的资格吗？少说废话，你们想干嘛直说。大胆，怎么和朱锦师兄说话呢？小子够胆。那我就直说了，你想进入玄武学院可以，10000枚临时的过路费。没有，那就从我的身体上跨过去吧。好。什么？朱师兄，有些冲动了，这里可是玄武学院。没忍住。下次继续。比起皇武学院，玄武学院才是真正的修行之地，各方面不知道比皇武学院强多少。皇武学院是最基础的修仙学院，每次考核单独我们学院便有无数天骄弟子参加。你可知道这天水王朝有多少皇武学院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我沉浮所在的区域就一座皇武学院。穿越以来，天水王朝我对天下大事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。而皇武学院分布在各个区域，有108座。什么？108座？这么多？所以每次晋升玄武学院的试炼竞争十分激烈，实力最强的皇武学院也就3-5人晋升而已，而实力较弱的学院只能有1-2人晋升，甚至1人都没有。大皇子，就是那个家伙，一个皇武学院的弟子竟然敢对我出手。陈导这家伙竟然自己来了，倒是省得我去找他了，去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。是。师父，玄武学院之上是否还有更上一级的学院？有，那便是第5学院。不过第5学院现在来说太虚无缥缈，玄武学院已经近100年无人晋升第5学院了。近100年无人晋升？那第5学院又是何等存在？现在我们去哪儿？凤凰岩血只有在玄武学院的万藏阁才有，如果想得到凤凰岩血必须经过万藏阁的考验，可能会有些凶险，你怕不怕？不怕，反而有些兴奋呢。这便是万藏阁，玄武学院的藏宝之地，任弟子取之。任意取倒是有些意思，这玄武学院我喜欢。万藏阁中乃是逐层闯关的形式，挑战层数越高获得的宝物就越珍贵，每一层只要所付出的代价亦或者实力获得万藏阁的认同，便可获取宝物。那我进去了。站住，老夫乃玄武学院黄导师，你并不是玄武学院弟子，竟敢擅自进入，来人给我抓下来。住手。苗导师，我知道你，你刚晋升玄武学院还没有资格组织本导师做事。你知道个屁。你敢骂老夫？苗导师注意你的态度，玄武学院甩身，你最好小心一些。